父恨有贫不贫难分明，啥子说他生于贫因着妻居是长城，啥子说他生无病他与子成子黄昏心不宁，梦中长困张家儿，我看你终于愿意，我不是在庙中见了王爷有所密旨，娘娘气在有病，奉天听随许诺，传血登楼家国成功，听要尊同雷班，精通娘娘的奉天，奉天精通马跳就要杀他，这样一来啊，却难争夺娘娘气在之平了。哎呀呀呀呀，先生真是细心之人呐、啊！真是他家许子有先生振作，是本王于心不安呐、啊。为了娘娘起身，我去歇息小子上。如此，先生请。王爷，且慢。先生，你又有事？王爷有先见之明，何用小爷讲的呀？哎呀，老夫一时倒想不起来了，请先生明讲吧。恐恼慢王爷，王爷。不当村的许子们，你也要老夫他许？哦，可又是王爷管起呀！哎呀，这是老夫他下许子，就不为明哲了啊！这个小爷也知，这是啥村婿等人嘛？啊、哎、呀呀呀！这，哦，这样吧。请先生一声动了，老夫在近听声音等候。小爷遵命。徐先生请。哎，王爷，这是的吗？是的的，是的的。我请王爷一同上来。先生请。先生请。先生请。王爷一同上来。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宋王爷。
喜。外边娘娘自从挂了赵一宝，一连数着便与医生前来接班。今天又一位新先生来了，岂不是一件大喜事？哎呀，巧了，梦寐以求。娘娘，刚才王爷叫我先来禀告于你，他立即带着徐先生同上楼来。王爷和徐先生上楼来了，迎接王爷。乔连心，咦，徐先生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上楼？王爷他踏了高兴就不会走路，故而他命我一人来的呀。先生来，我要他先上楼。乔连心有所必知，娘娘亲身有凭，奉天听顺许诺，传旨登楼，脚步沉重，听要尊同楼班，惊动娘娘的奉天，奉天惊动，那叫求要失常。这样一来啊，就难争夺娘娘亲身之凭了。故而我要他先登楼呀。嗯，徐先生过方与众不同，先生上台，带我去禀告娘娘。乔连心。娘娘，王爷他没有上楼，徐先生一个人来了。是此人好，非叫徐先生下楼去吧。哎呀，娘娘，徐先生那是救了王邦，奉了王爷之命来的，怎么不让他看病，非叫他下去呢？哎呀，我没有病，宽些什么？娘娘，你虽然无病，可紧接着来，人事惶惑，心神不宁。要是再这样拖延下去啊，岂不无人也当他病？娘娘还是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哎，真麻烦。徐先生，请。好。哎，慢。什么？哪来？什么呀？红罗线啊。什么红罗线啊？哎呀呀呀呀！你这一生病，连这一点都不懂吗？倒有清静。两根丝线落玉头，明显断马断鸡胸，你是韭菜叫传名一声，俺老身这牵线断马肚中。哎呀，这牵线马是哪一股想出来的呀？牵线断马是宫廷中，管家的身够不动，直到来趟女神归。相见哭一声，难怪自己不精通。乔连心，难道十多名医来与娘娘看病，都是牵线而马的吗？是啊，怪不得难争夺娘娘之凭了。此话怎讲？看你是个聪明人。难道此事为龙不清？小小两根红罗线，鞍马真为鞍得真，这都是容易不能害贫家，难怪娘娘贫不清。难道真是骗人的吗？鞍马真平啊，从马跳的强、弱、快、慢来下顿平静，必须要按得正确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如果稍有不正，岂非无谓平人？哦，千辛万马，疾病不测，那是风台血统啊，乱拜阵痛啊，这样怎能对症起平？我们徐家是从来不用是无人之奇呀、啊。是吗？那九类乡村其实平色而马，顿平四神不能压到平次。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许先生果算是个高明医生。我有一点小本领，万贯前来接报。乔连心，还是请娘娘平色而马的好。自古娘娘不肯应允，你只要表明我的来意呀。看病我有什么来意呀？那来意真诚呐！好好好，徐先生往面上台，让我去试试看。乔连心，
娘娘，徐先生是前些二马那一种的病因，需要平身二马。你不知道这里是公楼吗？娘娘，你当年徐先生与你患病的来意真诚啊！患病我有什么真正不真正？娘娘，他比咱家丫头，今夕今晨大不同，穿鞋登楼家不同，鼻孔了白要阵痛，为了要治娘娘病，他今分特写特重，轻轻折折埋花弓。哦哦哦哦哦我记忆的深情郎中，娘娘往这快看快看，徐先生请。娘娘在场，小弟徐金家拜见愿娘娘龙体早日痊愈。徐先生快与娘娘按摩吧。哦，哎啊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徐先生，嗯，娘娘的凤家有四度天了吧？是的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娘娘世上头昏目圆吧？嗯，这种官少不官少，是不是死人死你？谈与人也不退哇、啊？徐先生。娘娘生的什么病？娘是要你再问你吗？好，请，请。哎，徐先生，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据小姨看来啊，娘娘是毛腿风寒，受了一点风寒，病会这么重吗？只要诊断旁的病情，晚些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是何啊？什么？晚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？再来，不要他五年前来戏弄于我，强烈不要快了，把他关下楼去。是，哎，强烈听，分明是给他五年前来戏弄娘娘，不要快了，快关下楼去。哎，强烈听，强烈听。乔莲姐，乔莲姐，嘴巴嘴巴，不要杀得娘娘生气，你性命难保，嘴巴。
是个乡下田水佬，真为就是许先生，真是世人难猜呀。莫不是娘子孔子闹来通，他儿孙也是生得一官呀。莫不是张小儿许先生，贤儿都是英俊侠，交办县民进了宫，出进女交办一生。陪那个黑人的张小孩，
等了几秒。哦，哎，你现在把王继宗上气不怕，岂会怕那个短命张春儿？哎呀呀，二位姐姐呀，这叫做无福不起劳啊！许先生，这叫做富贵不生病啊！许先生，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此君三岁已知娘娘的病因，万事不能服下冷端啊！为什么？需要宽顾深思，才能下端。困妻子为准平静，困婶婶则成。哎呀，娘娘，困婶婶更出于妻子呀，所以简单。那天子进城，常与臣落听；这进城，常与吴国；臣这进城，常与商谋。常与老母终于成，很快成作。过后苦自己身，不才能端进平民，万能自己平根。死不困商谋，就难自己情了。此次徐先生，你来捆吧。多谢娘娘。我的军刀打不动，我的军刀有两刃。
子娘娘服药之后，可觉得轻松一些。徐先生乃是上帝，我家娘娘啊，已经不药而愈了。不药而愈了。啊，娘娘请说，今天明宵夜上了，不知有何吩咐啊？徐先生，我有一事同问。娘娘，请讲。徐先生，你真姓哪？哎呀，娘娘，徐先生当然是姓徐的喽。这，你租居何处？哈大门外。什么地方？哈利五度。哈大城。哈大城，哎，哈大城哪、啊？祝上中午顺利。祝上八里亭木椅子亭就抬了。祝上共有几人？家里共有六人。哪几个？爹爹母亲、兄长嫂嫂，还有小姨我。你说了五个，还少一个呢。还有一个四妹妹呀。啊，娘娘听说你问着小姨这样仔细，这人呐、啊，这。我
是，这就是你和娘娘的不是了。怎么倒是 A 家的不是？娘娘啊！去我
给我回家去。禀告弟弟，生命万岁，马上红灯花轿到你府堂前来迎娶。周大师喜上了我封奖金，希望你这老有福啊！娘娘去随我们同堂再见。封家境，你尽管瞧，半一生藏进宫了，西农娘娘才满千了，我与你上面见家去吧。放下了，是。嘿。请进。
禀王爷，府内房就见。那个老匹夫，两必是为他儿子求情来了，容他一见。是，王爷有令，命府内房进见。家见。怪你平时不听教训，做出这等荒唐之事，怎不叫为奴痛杀臣也？弟弟，孩儿不孝，连累告他，这罪儿才不该沾，他就爹爹设法救我。你藏进宫内戏弄娘娘，还有何救之意哦？弟弟。孩子结帮一平，何为苍进过来愚昧清虚两元，真实的西龙娘娘。此话怎讲？娘娘岂止伤脸罢兵，也让孩儿胸襟弟弟请宽。啊小奴才，你的少话不小哦。哦下官封内上拜见王爷千岁。罢了，封大人要见本脉为了事。哦，千不是万不是，只怪下官的不是，不该凭着骄子不放，从此有当。今日我得到法上与王爷千岁赔礼来了。哦哦，苏文封大人赐驾你进。教子有方，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他生完何才？乔班一生苍进功劳，西农娘娘该赞不该赞？万两这样弥天大罪，理该问赞。哎呀，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他身为苍进功劳，接了王邦儿郎。他进了王邦，乃是为娘娘千岁宽平而来，正是他戏弄娘娘。既然我儿戏弄娘娘，娘娘为什么不将他停在，反而赠他上脸褒贬？这是下官的教子无方，还是王爷千岁的指甲不粘呐？老匹夫。请跪在法堂之上，当众羞辱本脉，哪完了得？来呀！有，将他轰了下去，将封家军开刀。爹爹，孩儿啊！
性命，说不定一直生三通一道，也不得前来接棒。敌人心里弟弟，四哥道这有恩将恩报，那有恩将仇报。为父赞他不得，难道万岁爷赞他不得？弟弟，你往帮子上可曾加上力量？加什么？弟弟，你来看。你林下方早为登场。弟弟呀，看谁吃死大王刀，死儿兵一同丧，江东一条死你血，满人把心去自杀，如今儿兵的监狱，成家也自家丧，弟弟也是命两生。西农愚昧千岁也是先系皇罪，本应降罪。
故年团家多年参将功所在，经孤王所指，将愚昧众生匹配于封家禁卫期，接着万魂请赐谢恩。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啊，皇爷千岁，封他臣请假。请哦。亲家，万岁一道将一代新人才金银万贯，你看是否？万岁之意，你我怎能不同？教委们有送愚昧五马今天我。